我们在罗衣山的时候，共处一室，足足月余。我知道你是何等人，未见君子，忧心如醉，如何如何，忘我事多呀！臣不敢。我们在山里的时候，你胆子倒是大得很呢、啊。寻机，就对本王上下其手。在山里，对本王轻薄完了。 就要当摔手掌柜，不对本王负责了吗？莫非圣女品味殊异，独好山匪？臣惶恐，臣有罪，朕人罪该万死。成日说死说活的，我知道你爱惜自己的性命。不，我虽然爱惜自己的性命，可我更忠于王上，否则臣也不敢将生死置之度外。 助王上布局来对付南平侯啊！我从来要的不是你的忠心啊！罢了，来日方长，终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摘下面纱。 天之乃圣一族圣女，尚需尊王命，下血手族规，不敢逾矩。锦觅，别无长处，唯有一颗忠心。王上要的，锦觅给不起。山中岁月虽好，却并非是王上的岁月，也非锦觅的人生。山中的岁月，还请王上当做一场幽梦吧。 身为一国之君，如此妖孽，啊，真是要人命啊！啊！你出了什么馊主意？这是什么破说？都是圣人之言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的思无邪。没想到这就把圣女吓跑了。王上，这男女之事如同行军打仗，除了天时地利人和，还讲究个战术心法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追。王上心悦圣女。 而圣女端庄持重，寻常的阵地战恐怕是不行，得走坚壁清野的伐城攻坚战。